从小送出国是好是坏？小留学生他们都是 homestay 在认识人家或者是爸爸妈妈的朋友亲戚家，因为你不是他的小孩，他也不会真正的关心你。真的 homestay 的人大家都玩翻了，14、15岁带酒回家喝的真的很多。我17岁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，跟踪着被她发现了嘛，因为我拿一个 video camera 在那边拍她。就被警察抓嘛！不要再讲了，佩仪决定不让贝克鱼去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大跟班。